我从千里之外归来，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获得电影界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，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。在电影事业里，有几位对我有关键性影响的人物，我要在此谢谢他们。谢谢琼瑶姐，她的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成就了我的第一部电影。在70年代，几乎我最卖座的文艺爱情片都跟琼瑶姐有关。谢谢80年代电影公司，《窗外》的导演宋淳寿和郁振春。如果不是郁振春锲而不舍地到家里来说服我的父母，我不会站在这里。谢谢朱延平导演，在我从爱情片转入武侠刀剑片的阶段，您为我设计了许多不一般的喜剧角色，而且步步都卖得满堂红。谢谢徐克导演，把我从纯情玉女转变成江湖第一高手的东方不败。在电影圈的日子里，我结识了两位知心的好朋友，施南生和张淑萍。施南生总是为我获得的荣耀感动落泪，并且不时地指导我人生的方向。张淑萍把我从乡下土包子变成窈窕淑女。哎呀，一讲窈窕淑女我就不窈窕了。 OK， 好，那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先生和我三个女儿，他们总是默默地支持我从心所欲地做自己有兴趣的事，成全了今天的林青霞。现在我又站在33年前获得金马影后的舞台上，这座终身成就奖带给我无比的鼓励，让我更有动力迈向下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金马奖，谢谢。